卖相跟口味都要好啊！台北市传统市场天下第一摊网络票选进入尾声，比赛相当的激烈。无论是香肠类还是熟食类，为了争天下第一摊的美名，业者都费尽心思来招揽人气。看看哦，要带点什么？招牌菜。老板娘好热情，服务态度让客人开心，加上新鲜熟食多到选不完，在天下第一摊网络票选获得高人气。其中酱鸭、咕老肉还有现做现卖的一口粽，心态软粽，的确菜如其名，好吃到融化顾客的心，很好吃。因为在美国没有这种笋子，它的菜看起来都有点像我们家乡口味嘛，江浙一带的东西，所以就回来了，我今天要来试试看。就连刚从国外回来也要来这一趟，难怪南门市场这家异常欲方，短短不到一个月，网络票选破了25万票。不过比赛真的刺激，因为紧追在后的摊位差距不到5000票。利落的刀工，猪头皮切得晶莹剔透，西宁市场的35年老店，脆皮五花肉，油滋滋的烤鸡，老板娘自个料理都是老套最爱。直到网络票选占据第二，超过24万票，老板娘开心的笑嗨嗨。人家支持我们了，支持我们，我就感谢他们了。天下第一摊网络票选进入尾声，连香肠摊位也竞争激烈。目前已承德市场的审计肉品超过10万票，遥遥领先。兰州市场的黑车牌位居第二。看来为争求天下第一摊美名，业者是费尽心思。接下来迎接专家现场评比，肯定有看头。15号决选名次出炉，大家都等着瞧。记者范静华布斯台北采访报道。